好了吧。谢谢鲤鱼怪的飞机，谢谢，感谢鲤鱼怪哦，感谢。没有什么可以阻止。我带的枪弓鳄鱼，吃一下。哎呀！真没意思我呀。回头晕他好了。炮车，让他打一车，点燃 W。我操！我被他点燃给点死了。哎呦，换了也行啊 ，A 接 Q 没出来。天，给我点燃点死。Q 呢？他给我点燃了，他是用点燃把我杀了的。直接 QQ 不出来，那有后摇的，那 W 的技能摁完带后摇。我不跟你解释那么多，我死了，菜，行不行？啊，我用不着跟你解释这老些。往这走来，闪现 W，A 接 Q， 一下 A 一死，双 buff， 谢谢天下无鱼的飞机儿，不是飞机儿啊，的办卡。破盾 ，A 接 Q， 狂了呀，小伙子！你干啥呢？你在做什么呢？不到，谢谢蓝脸汉的小鸡儿啊，不对，不是小鸡儿，小迷妹儿，谢谢小迷妹儿的飞鸡儿啊，感谢。去下路了，100%，100%。这皇子就别干涉了，去哪哪死人，你就刷野吧，没必要干涉呀，关键是。给他点了这么多信号也不听，那艾克可能蹲了。
你让他蹲去吧。一个也不补，行。鱿鱼应该是回家了。他的蓝只够放一个大的，来，你是真不怕死，我发现，我站着让你上来，你还敢上来？什么塔会打我呀？我 R 技能没有那么大范围啊，他都不在我旁边，他刚才，哎，我真是吐了都，他都没搁我旁边啊。不是红 buff 就是大招烫的，但我还没搁旁边啊，我这真是佛了，这白送一个给这副野哥。王者应该能杀了吧？居然在这里打峡谷先锋。下路赶开一波吧，也没地方去，他们也太猥琐了，也不打。跟我来来，还不往上上的泰坦，平 A 红路晕，谁来呀？艾克要来呀！你给我回个血来。不交闪现吗？这不交闪现，把小龙打了吧。可以呀、啊，福耶哥能跟我打上了，给我红路晕平 A。可以啊，福耶哥。这能穿上去吧，差不多可以。呀哈哈哈哈哈，这叫鳄鱼。回家来个和血战斧，出个蟹手吧，来个蟹手，来个西地海配蟹手啊，不对，先来个水银海啊，这都出错了，等会儿啊，重新出一遍，好，这个样子刚刚好，
艾克清兵都费劲。三个人吧，现在中路不来三个人打不死我。帮我这个。啥意思啊？算了吧。还把强袭给用了，我这边不穿上来干你一套。守个屁，那两个塔皮这还守，守个锤子，我就拿火箭坐火箭飞上去他也守不住。现在急不啊，等会儿我让人追了，马上啊，马上，哎，我不杀了，这波算了，本来我能杀的。鱿鱼啥装备呀？鱿鱼。你挺狠的，啊？你打这个来，俺俩追这个。我二速还390。你可太弟弟了，这剑魔！那 E 怎么不是那 E？ 那怎么不早点过来呢？那怎么来的那么慢呢？你去吓了我！你这灯塔不没了？我追你又能怎么样？下路怎么回事？我现在就往这下路走。哎，算了，没有视野就拉倒了吧。没有人头都跑了。打人也不掉血，小龙吧。你俩打那海兽祭司能打死吗？这完了，这海兽祭司要双杀了，能不？哎呀，我操！真累，我一寻思他就得双杀，我这小黑，我一想他俩就得双杀，然后下路我们家人全死，这一波直接死四个，还好啊，这 ADC 跟辅助没死。那海兽祭司其实挺克我，最好是别让这玩意儿给起来了。
挺烦人。把这个打了嘞。勾，随便勾，直接勾。海兽祭司先秒掉，剩下人都是弟弟，打吧。老大，这你给我瞪他！哎呦我天！建模是气急败坏了，这建模呀！推中，兄弟们，这波可以推中。输了，不打了。还得是我们来呀！我一看，啊，哎呀，我操，这大鱿鱼！我是850块钱，其实我压根儿我这波我都没想来，你知道吗？太耽误事儿了，我都没想打这一波。先来个死亡之舞啊！你回头打他，你越跑呢，艾克越等技能，你知道吧？这英雄吧，他交完两个技能。没有技能了，赶紧回头干他！不能说老一直跑，你跑他等技能必死，没法跑，跟艾克跑。去下路带波线，我是先出反甲呢，还是先出死亡之舞呢？死亡之舞吧，好一点。没有三个人应该打不过我，没关系。我现在就怕那鱿鱼，你知道吗？这两个人没什么伤害，勾他，晕住 A 一抽一过来，平 A 好了，这面资源好快呀、啊。对不对？这什么玩意儿呢？可以打。我们继续推啊，不用管他们。算了，那火蓝过来了，这没有这火蓝我绝对把这金克斯杀了，不敢 A 我，
把火蓝给我杀了，金克斯还敢 A 我，哪来个鱿鱼？不行，打不过，撤。鱿鱼这种东西啊，是一定不能跟他硬打的啊。其实差不多可以了，别往后勾了。撤！你这个位置，人家家有防御塔，俺们都没法进。你除非把塔拆了。可以啊，福爷哥，福爷哥，你把他框里头，我们怎么进去？别勾了，真令人害怕。几个人啊，别打了，走吧，我叫个滴滴打车走。先来个15，晚上我们再出个反甲。又起来，反甲出完出振奋，这把不用黑切，或者把15换了，换成个黑切，怎么没有意义了呢？给我戳了是吗？咱就先杀这火蓝。金克斯是吧？有人管你吗？这波行了，跟我打。哎呦我福爷哥，给我教大招，过晕一过来 A 接扣接平 A 四秒有意义。其实秒放 W 跟瞬间放 W 是一样的，位移距离是一样的，知道吗？你们四个打应该能打吧，我去打个红去。下路带波线啊，下路杀个艾克吧呢。红路晕平 A 走位三秒算了。哎哈，出个反甲，又一点，再来个魔抗。无敌肯定是无敌了，那肯定是无敌了。他进人群除了这鱿鱼能打动我以外，那没有能打得动我的人。我们先把那火蓝一杀，一定要记得先杀这火蓝啊。我跟你走位，我走位，用完了，技能用完了，鱿鱼那鱿鱼这个东西百分比掉血太膈应人了，你怎么又勾上去了呢？先杀这福爷哥吧，先杀这福爷哥，闪现 Q W 晕可血弹补平 A 再 A 一下一个 Q走位，双 E 上来 A 接 W 平 A 和血战斧接 Q， 我卸手还没触发呢，
来吧，皇子啊！别诓我！啊！开吧。走吧，王者。敢不应该死？我正常死亡至五回血，加上凯旋，哎呦我操，这凯旋回两千多点血，死亡之舞加凯旋，应该能回上来呀。你给我抢一个，今天舍几位人了？哎呀，走吧。行。哎呦我操，这一扣。兄弟，你的一扣可太长了。我估计是看见火蓝有点紧张了，你知道吗？刚才他想把这个龙抢下来的精神是值得表扬的，就是没抢下来。你俩打我能不能掉点血？这火蓝怎么的？这是先把这火蓝给我杀了。金克斯双断翼往上追，队友呢？队友死光了，快跑啊兄弟们！这波假装追金克斯，其实我们是直接往下跑，你知道吗？不要回头，千万不要回头，赶紧跑！啊，对面人老多了，全是人。哎，干哈呢？把他红给他抢了，这火蓝可太烦人了，百分比掉血，很讨厌耶。你们去吧，我在下路推。等，看看这下路几个人。开。火蓝不在，那其他人就都是弟弟。红路扣一上来 W 不，这怎么四个打三个还能打不过呀？把上路推了吧，人家家 C 都没去，那 ADC 跟 APC 都没到。那怎么那么多人呢？
怎么这么多人呢？啊？人是真多呀！出个黑切吧，省得打不动人。小龙打了三条小龙，我们家有大龙 buff， 下边可以推一路啊。其实可以跟对面打波团，这波或者你们直接拖，我拆高地，你们直接拖。哎，别急，黄子去试试抢一手，咱们也血赚。把他高地给他拆了。破啥路？对面游戏就结束。这边想直接拆基地好像不太现实。哎，俺俩就偷。算了，不拆了，把路给他破掉，我们走。往这边走，泰坦。哎呦我这，扎死了吧？应该是够呛了。快走！千万别瞅着鱿鱼，这鱿鱼挺吓人啊。这金克斯行啊，指的还往后跑呢。给我杀个鱿鱼！妈了个巴子，是不是感觉自己有点无敌了？鱿鱼啊，还无敌了呢？鱿鱼还无敌，还无敌了呢？我看谁叫无敌？我不行了，那火蓝打我有点疼。这波不能往上穿，应该看见火蓝一瞬间跑一跑，这火蓝打人太痛了。这小 AUE 七千血，谁呀？谁是七千血？我七千血呀？没有啊，我开大招也就五百血。我是七千滴血吗？摄像头糊了，不聚焦了。好了。不用跟他们打，现在就怎么的呢？就是推线拖，推线给压力就完事儿。上路的兵线给他们压力，拆。火蓝来了不拆。你别往上勾啊，你别往上勾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现在不是说要跟对面打，我们是要耗。你别着急，你
你像个精神病似的，你上去找他打干啥呀？别打呀！这泰坦绝对是有点病，我发现啊，好像有点打不过了，这该怎么办呢？我推塔太慢了，有点啊。不能打了，我操，送火箭我不要，小龙吧，小龙这龙魂了，嗯，算了，不回家了，我这回血量应该够，然后我们去吃口屎。不打也不行了，你这仨打去，这把攻击够呛了，没有伤害。你上去跟他鱿鱼硬打，人家没有伤害，我们这那鱼也没啥提升了，其实够呛了。我就没有过虚区环境，你就没有，你旁边没有人，你能有啥虚区环境？你说你死了，你开团干嘛？你开团干嘛？还要去开团去？现在怎么打？比较难打，其实不好打。那厄洛伊伤害有点高，你直接所有人往里边冲，他巴不得往里边冲呢，还往里边冲。这波我选择相信一波 ADC， 红 buff 给他了，他们也神装了。嗯，杀那火蓝，对面的团战五打五，打不过，只能把那火蓝杀了。看看泰坦能不能勾一个，把火蓝给勾了，勾完以后直接上去把他秒了，然后我把后排一杀就能打过。可以阴人来，这我要是直接扎堆往里站的话，这就全死了。
这怎么能没打过呢？很显然是不应该没打过的。那火蓝这人上来以后被我们直接可以控死的，为什么他没有控死而是放好多技能呢？现在，哦，行，这是啥呀？好，他金身，他被控死，直接他摁不出来金身，还是说我们家控制链没到位？你像这种大后期了，你杀个辅助来，连秒都秒不了，伤害从哪来？